进来我们的福分。你要是什么？我要什么保障的机制？这应该政府来交代。然后我们的厂商当然态度的手法一定要用合法的方式来进行，但是也要在正确的。如果我们的陶科本来就没有规划有这些话，这个不管是再生能源发电厂，或是燃烧的石化能源发电厂，没有这样子的规划，让这样的产业进来，我们就不要给它进来，好不好？所以，我希望大家今天的立场都一致啊！你看今天不管哪一个领导，你们从观音到国立的新屋，到武大，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立场都在这里，我想我们的立场都完全一样啊！所以继续在开会也是没有意义。政府该负起责任，市政府认为这是错误的，我们就把它改正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绝对支持。这个里面啊，我想不管任何一个单位有在努力的所谓的压力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们都不受影响。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去出庭，我从来也没有参与，我甚至跟大家报告，我后来因为好几个立法来过别人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个事情。我在今年三月在立法院的总执行，我就要求经济部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发推荐给台北市政府。我很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，所以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跟大家站在一起。只要这件事情是不合法的，我们一定从头到尾都不对。
一般的工厂是现在是做工到三分之一，并没有回馈的这个事情。那我们大台里，我在这边大台里长在这边声明我们李明的声音心声，我大台里明接不到这个回馈。
所有的信息，不管媒体的信息，好像都在责难我们大难民。我大难民这么倒霉，是要给你责难？我们这么愿意吗？所以我呼吁所有在场的民，我们大难民并没有炫耀这种回馈，你不要把我们当做我们像乞丐一样要这种回馈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在这边啊，呼吁我们所有的、啊、大家一起团结。我们的电厂是最大的污染源啊，核废水是最大的污染源，大家一起努力，能努力吗？能把它拉下来吗？当然拉下来是最好最棒。那所有的程序都做好了，或者我不知道的，所有程序做好能拉下吗？可能不大。那我希望议员回去的时候继续努力，为我们的观音七号来发声，但是呢、啊，更要为我们大台米号、哦。来发声，为我们大连解决我们大连里面的痛苦。在这边啊，我非常欢迎你们所有啊，与会的移民啊，还有我们的辛苦的大连里面，民众力量在这边深深一鞠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议员还有那个议员，我们的队长官，还有队长，还有。哦，我是关于林长叶师长，我说到这个红发油啊，很奇怪哦。我们当时不是跑环科，环科是海那个做医那个那个海边环科吗？那是因为当时是有天空环科那边第一个弄好的没有就当了，现在改了，陶会也改了，莫名其妙。我们客家人哦，真的会。我们客家人哦，讲不好听，有一句话，不团结，然后很怎么样，这是不一样哦。我们生活被我们影响了，再不团结啊，我们不能进步。我们也没钱跑到那地方买火腿干，什么都关心，奇怪。现在你看，永兴村呢，永安的，都出动了。我跟你讲。这个只是1%而已，你再弄下去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欢迎啊，我只是个连长，你们打打啊，我都必须高级啊，到必要时候我们都用老虎棍的，你三穿穿，再穿穿，我一年生是给人做活，这样够样的啊，跟你够样的，可以说是够样的，是好意思说。请问你大汉电厂的管理员？